像去听那个海潮音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掌握那个方法。哎，住着，你是空心的正知介绍。安住在闻听上，能闻的所闻的都讲。人类的耳根，你这不从闻一根开始修嘛？一个根嘛，六根其他不管了，只从耳根修嘛。你还有个什？你不是从耳根修圆通嘛？你不修耳根圆通嘛？你修眼根就不要管其他六根了，你修耳根就只管闻听，因为耳根，人类的耳根是很有局限性的，你就只能闻人类的声音，只能闻人道那个局限性的声音。你这个耳朵。太亮的声音听不见，太低的声音听不见，只能听一个局限性。比如说，你看坐在这，地球在转动，你听不见；你血液在流动啊，心脏蹦蹦蹦跳，你也听不见，是吧？所以很多声音你是听不见，所以你是很有觉。这个耳根，我们本来是空性的，好不好？是吧？空性的，现在知道了，我们有个政治界无形无相的空性。这耳朵无缘无故进来了，是吧？叫六入嘛，眼耳鼻舌身叫佛说六入嘛，入进来了嘛。这个为啥它就能入进来？是你乱想。坐在那乱动乱想导致的耳入，对声音的分别乱动，你认为外边其实因为空性无处不在，空性都在这儿，你突然在你的空性里分别了那个动静，你说这叫动，那个就是乱想嘛？你为什么会分别乱想？知道吧？乱想是没来由的嘛，乱想个动静，然后卷生成耳根啊，因为你乱想，心念一动，形成了能闻的耳根跟所闻的生成，所以一念妄想。无名妄动产生了能闻的耳根根，而你这种乱想还是人力的，所以形成人力的耳根根生成。这两个东西都是妄想产生的。你现在安住在空性正见上，你不要妄想嘛，不要乱想，这两个家伙就会灭了，就会虚妄了，就会解脱，气脉就会解脱。动静跟你没关系，我是说它是怎么形成的，你先分别了什么？我是只是从人道讲的，还不是一个真理。因为人力就是，你先不要管。我说动静是说你这个耳朵怎么形成的？你这一念乱动分别了个动，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在动音里边啊，剩下就是个静音嘛，是吧？这是最大的两个划分嘛，否则我怎么讲嘛，是吧？因为如果你去山里边听不见，听到的静音也可以修耳根圆通的，是吧？因为静音嘛，静音是你分别出来的，所以因为宇宙的声音，所以其实比如坐在那儿。说大音希声，你坐在那宇宙的声音是无处不在的，为什么佛耳是无处不听的嘛？你可以听地狱的动声，听动物在叫，听蚂蚁在地上爬，什么都能了了分明，了了分明啊，不是有的耳根啊，用心在感知，用心知，知道吧？所以天人是不说话的，你就是听不见声音的，他心灵一动你就知道他说啥，天人这个不是心，他心通嘛，是吧？那个是神通，但是呢不是有音流才你才是个听闻，是吧？人力是这样的，但人力的耳根是很有局限，这个耳根是个假象来的。你不要管，你先如如不动，还是刚才修禅定，你如如不动，安住在闻听上，这不声音一大堆过来嘛，是吧？声音一大堆过来，你坐在这儿，这不，你坐在这儿说，空调，滴滴汽车，你本能的不是各种反应嘛？你坐久了，本能的反应就会停下来嘛？啊，你这刚做了一天肯定没，那慢慢你就会模糊这种内外，是吧？模糊哎，慢慢本能反应没有的时候，快停下来的时候，你都妄想提了一部分了啊，你的妄想提了一部分没觉解，提了一部分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，现在假如我骂你，你虽然不回话，但你生气嘛，你心里会难受。突然你发现，当你的本能，你的能闻的耳根跟所闻的声音对你影响不大了。就是越来越影响不大，他就开始虚妄了嘛，他才影响不大。就是我骂你，你不生气，你没有本能反应了，你的本能来自于耳根，知道吧？耳根开解了，你本能就弱了嘛，是吧？现在你说你骂我，我本能反应，现在大家不是破不了本能嘛？我有兽嘛，我有觉兽嘛，一直不是强调这个觉兽嘛，是个幻境。但是呢，你现在兽不空，需要时间，知道吧？需要时间，坐在那儿如如不动啊，如如不动。对声音不要管它，是骂你也罢，夸你也罢，是空调也罢，滴滴也罢，汽车也罢，是音乐也罢，是噪音也罢，是这跟你没关系，知道吧？你不是人力，人力的声音那是你人心分别出来的，人力的直接分别出来的。比如滴滴，你不是人，你绝对不会产生说这是汽车。你人的直接在那起心动念，妄见嘛，妄知妄见嘛。
你那个望之望见，随着时间你如如不动，滴滴你不会本能的反应这是汽车，这个本能反应会停下来，知道吧？本能反应停的时候，耳根就开始开解了，这就第一步开始圆通了，气脉会转换啊，你才能达到这个本能反应停下来，知道吧？但是你心安住在正觉，不要动，耳根才能，气脉才能转，气脉开始开解了，你就本能就不反应了，知道吧？就不影响你了，不是？嗯。安住在闻听上，你这修耳根了，说了半天了，是吧？身体跟你没关系，只有耳根跟生成啊。你修耳根源头，只有生成跟耳根，你就那些东西，你如如不动。空性里边耳入，其实耳入跟生成其实这一码事，因为根尘是同源生起来的嘛。你空性里边是没有眼耳鼻舌声音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你空性嘛，现在不是进来个眼耳鼻舌声音，进来人力的眼耳鼻舌声音，你现在人力的眼耳鼻舌声音现在影响你，让你觉得老像个人似的，不像佛，像个人是吧？现在要把这个人不是变成圆觉嘛？现在这个有局限性的眼耳鼻舌声是个人嘛？这个人呢是有局限性嘛？影响你嘛？让你不自在嘛？现在要把这个六根开解变成空性嘛，这叫六根会达到互用嘛，所以这个气脉会转化，六根就然后就互相不影响，互相不影响就是什么，全用一心，全用空性，然后六根就互用了，六根互用，这个六根就成了摆件了，坐在这儿，眼睛可以听，耳朵也可以读，是吧？读书什么都可以啊，因为不是用耳根了，全部是用空性之间嘛，在空性里边根尘都假嘛，色相跟眼根是一样的嘛，舌根跟味觉是一样，这不都一样嘛，一个个开解，其他都开了嘛，因为停的都是分别心，全是用的心嘛，光有眼睛看不见，光有耳朵听不见，所以死人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嘛，都是用的一个起心动念，你现在不起心动念了，对吧？不就这么简单吗？那就是修正啊，修定，就是前一部分，就是不管修耳根还是修禅定，其实大家都是死死的认为有个觉受牵引你，哎呀，这个肉体有问题，都是肉体惹的祸，这个欲望惹的祸，那个欲，啥也没啊，就是你爱不住这正知见上。我说死死的认为你就不是这个人嘛，你就一定要认，疼也不是你疼，就是六根疼嘛，胳膊腿疼嘛，但是这个胳膊腿佛说是个假的，但是你现在不觉得它假，因为你不在圆觉境界，你在人力的知见上，你的受也在人力的知见上，你的见闻觉知全是，你看见你的胳膊在这儿，其实从佛的圆觉境界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个相，知道吧？六根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它不是在这儿的，所以你现在必须回到圆觉的状态，是吧？你要回到圆觉境界里。现在就我觉我觉，你不是个人嘛，是吧？那个我觉，我觉得我疼，我觉得我苦，我觉得我乐，我觉得我不舒服，是吧？我觉得我有贪嗔痴慢疑，说这个不是你嘛？肯定这个地方嘛乱冒嘛，有啊，三界六道全在这儿冒嘛，但那不是你啊，你是无形无相嘛，不是？听懂了啊？你是无形无相的空性，无形无相无处不在的佛啊！安住在这个知见上，不要动，剩下都假。现在假的扰乱你，老让你觉得你是个人，好吧？然后他杂念不影响你了，他觉受用来影响你，你看疼吧，你看疼吧，是你疼吧，不是别人吧，一直扰乱你，你就不要动，不理他。但实在疼的人，我一定要伸开啊，一定要治一治，不要你扛啊，好歹他也在三维帮你实现了这么久了，你要善待他，虽然他是个假的，是吧？你还要拿他跟别人说话的，是吧？你看你缺个本短腿了，把他搞的是吧，眼睛也瞎了，人家别人不跟你说话了啊，嫌你烦，是吧？就这么凶，坚持啊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认为你不是个人，你是个佛。我再说，但是虽然你不知道佛是什么啊，无形无相，不要认为你是那个啊，不要认为你是哪个石墩啊，先无形无相啊，不动不生灭不轮回，里边没有时空，你就是那个东西啊，永恒啊，因为这个是相对于人力建立起来的概念，所以啊，等你真的安住在这个正知见上，一切像虚妄以后，你就是一切，
这个永恒的东西就变成一切了，就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法力无边了啊！离切相即切法，这就是你知道吧？不离相的时候不行啊，啥也不是，就是个人。人是很有局限性的，就像一个海，大海上无，就是无边无际大海上的一个稻草，就是在地球上，人类这个物种虽然很高等，很有灵性，现在还有文明啊，还有智慧啊，但是它不够强壮，真的不强壮，就是没有老虎啊、狗熊啊，它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物种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很脆弱，一阵风吹来就中风了，说是，就是很脆弱，我们很容易在人道就出事儿的，知道吧？一片瓦下来砸灭了，是吧？还喜欢直立行走，你看经常椎间盘突出，你看人家那老虎、狗熊谁椎间盘突出了？是吧？因为我们高等嘛，要立着走嘛，显得与众不同嘛，是吧？这个，你看老虎啊，人家平着走的呢，也不会腰间盘突出啊，脊柱错位啊，是吧？这还要立着，是吧？啊，人力也挺好，但就是不够强壮，就是所以我们得病很正常啊，胳膊腿坏了，所以不用怕，经常会坏的，是吧？维修就好了啊。但是一定要把自己当成那个佛，你不是这个，你不是这个机器啊，这是一不小心来到人道的，靠你妈你爸啊，就是一下子就是三个执着形成一个幻境，你妈父亲母血的执着，父亲的执着，母亲的执着，再加你的执着，三个执着形成的一个妄念产生的一个投影，知道吧？一不小心就灭了，你的执着还在的话，你会继续在时空里转悠的。有时候转悠的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我们不能那么转悠下去。